这个莴笋差不多已经老完了，再不吃的话都拿回家全部喂猪。切一点腊肉弄来吃，这个腊肉已经很干了的，切一坨一坨的。我的食材已经准备好了，腊肉，还有这个玉米买来的，莴笋是我们自己家的，还有这个大蒜、葱也是我们家的，现在开始弄了。放的这个猪油，现在把腊肉放下去炒一下。别哭了，哭什么？现在把这个放上去了。你烦死了你！我你煎炒菜的时候还吃，干嘛都要吃？放一点点盐吧，这个腊肉本身就有盐的，这个菜没有盐，所以放一点，不够再放。嗯，放这个冷饭，放这个冷饭下去一起炒。一锅像煮个猪吃似的，差不多了，放葱就可以收锅了。这道猪食，这两兄弟吃的麻麻香。这是猪食啊！给猪给猪吃的，快吃呗！怎么说你吐了？超级香呢！看哥哥吃，大口比赛吃，我们去挖百合去喽，好不好？去不去？拿小石头。别别，要不要去呢？我来考你。快走，快吃，吃着去了，赶紧吃啊！